啊，认真打，刚刚都在恍惚，这把我认真打。第一关，那你看看我认真打的时候的手转，跟刚刚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，各位。以每回合10 combo 为目标，石头只要35颗，对，我也不得不认真打了，不然也没有石头了，不能再吃了，吃下去快没了，再吃就吃土了。九十，这没有十 combo， 但没关系，还好，还是可以满评分的。哇，这里放这，好，然后放这木珠蝶，可以，然后水珠消直行，这边的消直行，可以完成蝶珠。手下六。光珠定叠的，现在全部消纸行，暗珠在这，哟，这边就死了，石头剩35颗，对啊，我就一直说我是平民的实况主，你们都不信，现在看到了吧？真平民，真平民玩家在这啊。其实用蝶珠也可以到十康嘛，也不难嘛。第七关，挑炸他一波。好，再来到王冠啦，没问题，在我们那个原本的剧本走一遍就好了。那狗头不能再开是什么意思？那只好靠我的手转来拯救世界了，各位。希望这个爆发有至少2亿，还是应该有吧？单张4000万，这感觉可以啊，有4亿，这个伤害就没问题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希望伤害够。哦，是哦，伤害不够哦，哦，是哦，哦，你这么难打哦，真的哦，太扯了吧！早知道我就先开阴奇都，然后转三康。如果有八万分的话，我就收工了；没有的话，就再打吧。太夸张了，真的！哎哎哎，没事没事。哦，是哦，这么难打哦，还不是八万分。